大家好，我是豬仔包，我們繼續來玩 Hearts of Iron 4。上一集我們呢就幫希臘將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都打低了，這樣打完的時候呢，德國就向南斯拉夫開戰，所以我們現在呢就要幫南斯拉夫去防守。而家咧，轴心国就剩低三个嘅啫，德国、意大利、斯洛伐克可以忽略不计，有得四个师，工厂都接近冇嘅，就本就比较麻烦啲，嗰边有200，不过呢边有成百个师嘅，所以。你的40分放啲蛋落去，個人力會少多嘅。當然咧，就需要增加嗰、那個坦克嘅個人，就炮兵呢一個。樣啦，加啲坦克落去，坦克加個反戰車炮，因為德國比較多嗰啲坦克嘅部隊。俾多啲坦克會好啲，有人。而家我哋唯暫時嘅隱憂就係我哋有缺乏，我哋嗰個政治點數低。6点啫，因为搞完嗰、那个过紧去，我未行得咁快，所以可能会被对方推前格都唔出奇。王就因為呢邊未有城市制，就係46年嘅科技。坦克，我哋應該要升坦克啦，43年。希望佢哋快啲行到過去啦。邊有制空？屋橡膠加工都搞掂，暫時呢邊唔使喐住。空軍支援任務效率好啊 ，快啲過去啊！
荷蘭啊，哦。暫時冇咩人口去幫佢頂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咧嗰邊就唔推住，我哋嗰邊企下先。而家呢度爭30000，呢度900人，哇！反戰車炮爭好多，大炮就 OK， 步兵都 OK。車輛好，咁槍嗰啲就攞啲嚟。哇！中型戰車，我哋而家缺中型戰車，就減翻減10個先，就中型戰車加5個。之後啊炮反戰車炮加5個。又可以減翻8個，膠又可以減翻8個，因為我哋起咗煉油廠，所以已經生產咗啲，哇！你買個好咁就啱啱好啦。OK， 我哋擺咗啲海軍轟炸機去。開始要同開始要同佢搶先，我哋個艦隊去咗邊啊？頂呢度又有啲 CL， 怪怪的。系边个嚟嘅？首都喎，西班牙原來。我哋要唔要留低个西班牙岛仔？我哋揾佢喺附近。2個呢度可以過，西班牙嗰度係。反抗軍呢度即係後啊，一隻船，我哋稍微等一陣先，嗰個都係我。到未啊？成狂推噶。好，而家睇下反戰車炮100多日，大炮44日，即係大炮可以起少啲，3日。中型戰車都係好缺，咁我哋再調整一下先。野戰炮啊，減1個，炮槍減10個，反戰車炮就加2、3個，然後剩低就俾戰車。哇！超缺資源，
石油八個。要八個之後我哋要起煉油廠啦，會放起碗啦，六六加六六六。起廠上去，又起個煉油廠，個煉油廠先，然後反轉車炮。四百日，四十幾日，七十，一千日，我靠，有冇咁變態？唉，我哋要搶大海權，喂，咁快嚟到啊，係咪？快嚟到喎，真係。CME Region Naval， 我哋啲船要起喺加入佢個艦隊。好，因為基本上地中海裏面嗰度無敵噶啦，個嘅戰列艦，哦就咁樣，係啦，而家嚟到。好，我嗰啲已經差不多到齊了。有方制空優勢，所以而家就冇問題。補給 OK， 就睇下你有風險。你就位，就位，推佢啊！夾佢啊！睇唔到啊！緊要啦！而家肉，而家比較大嘅隱憂就係驚蘇聯突然間向我哋開戰，我哋就會被佢前後包夾。我哋繼續維修形成啊！18万人口，到，
三個 C 啫，咁推唔喐誒。綠色綠色綠色，哇！即刻補位啊佢，啱贏。可唔可以打佢？得，哎哎哎，唔得唔得唔得。去，隔係咪可以一齊？係啊，呢個可以一齊夾，三個一齊夾佢。哇，好強啊！佢，誒，呢度好似佢尋一隻。SS 喺日本係 OK 多船嘅，佢有成百隻船。啊，標下佢嗰啲海海搶同佢搶啊！我哋有13隻船喺呢度，我哋搶咗呢一個嘅制海權。还可以打下佢啲船啦。艦隊嘗試搶下個空優先，要預備幾耐？11月4日，3點，利比利亞加入咗同盟國。喂，變黃色。咁我諗海軍轟炸機嗰度，如果係好多啲數目嘅話，應該會搶到。哇！印度呢度好唔掂。辦法。帮到佢，到啊！喺呢度先，都系咁样减10%。呢个 OK 喎，咁啊，呢个。又搞咗一個，再搞下石油啊！我哋缺石油，玉谷戰車，好多。國再多8個，到美國再多16，搞運輸船我哋，三一個繼續戰車，10日夠曬。大炮都差唔多，
反戰車跑300多日還好，但係戰車爭1000多就比較陰功啲啦。呢度唔錯，好推過嚟得唔得？得喎，麻麻地，呢度 OK 喎。同佢推過啦，勝利勝利勝利！哇！沉咗隻船，多咗綠色，好，空軍炸。啊！呢邊有冇得？啊！炮就升啦，反正炮已經 hit 到 requirement。先，我哋繼續谷呢個中型戰車，都係1300日，哇！7個呢度有。O.K. 繼續買嘢，哦，六，啊，現，俾咩啊？全其實就冇乜。再繼續買啊 ！Ouch！ 取消取消。我就得啦。跟住我哋要繼續起煉油廠，正方起煉油廠，個兩個。爆咗出嚟，爆咗出嚟，佢啊，八字，艦航空母艦、戰列艦啦、啊，係幾個啊？4個啊，就哦，所以佢就突咗嗰、那個加翻8個，混吉，我唔夠資源，到。
系，哦，佢哋打得好开心啊！都几开心吓，维也纳。做個 battle plan bonus 唔錯，呢度都有 10%， 好呢度負嘅，話我未就位，個征兵法案而家 10% 夠。20% 息力呢個，有150點啦。25% 就唔需要多嘅。嘢唔得。工廠產出嗰啲 debuff 跌得好好勁，海戰報告戰敗，敗，哇 ，fuck， 哇，十隻 DD，LDD， 哇，唔搞錯。起緊潛艇之類，又起緊，啊又起緊潛艇，咩？一日，我靠！計。哇！印度就嚟俾人打炒啊！不過佢得30個 C 啊，頂唔到。睇呢邊點先？见呢度空优都有噶啦，机场就佢都喐唔到，好哇！呢度登录得好爽啊，好睇下呢度推唔推得喐，推唔喐。阿尔卑斯山比较难推，入去砰砰聲跌啦，阿狗。
就哇，呢個係唔係？呢個係烏嚟，呢個係女。聲啊啊！深度滲透，哦，成個都 research 就係咪呢個可以玩現代戰車？啊！嗰啲好，繼續推。60%。爆佢先。推。推。四個推，三個推，十啦，谷到去50%以下啦。誒，繼續推，走咗繼續推，三個呢、這個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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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%啊，係先到呢度啊，去你哋就30啦，29、28。幾隻又可以推嘅，隻可以，兩個炮兵可以，呢三個步兵可以，25%，24。percent 已經到呢個推。去兩個炮兵，三個步兵，一十五，有幾啊？呢幾隻可以喐啊？又喐啊！车仔可以喐，仔可以喐，86。
十二啦，七六五，個炮兵可以啊，三個步兵就咁。可以，等呢三個都可以喐啊！個推步兵、炮兵，繼續差不多嘅啦，爭少少嘅啫。對啊，佢。九啊几 percent 啊，搞掂佢，搞掂，到呢个围炉佢，好，好。搞掂啊！搞掂，又接住一个，又泰国咁多船，到而家系到。冇乜優勢，人我哋已經得翻六萬幾人，太要打個防守先。诶，成都变晒我咁，走。撞撞就啱嘅，过嚟撞，哇得翻翻四万几人。好，但系你应该讲噶啦啫。半啦，一半啦，接近一半。但我暂时冇力帮佢退，挡住呢一边已经消耗咗好多力，好多人。哇！睇到意大利嗰啲戰力好低嘅，我哋
廠工廠俾我哋 接 咗，哦，佢冇晒人口啦，佢已經。我知。德國仲有幾多人口？德國都冇乜人口嘅，九毫億，10% 就佢用緊，一轉20%，跟住有好多人。希望捱到105，可能甚至等多少多翻啲人嘅。共產黨個支持度扯住唔放，大家就係喺70、30嗰個位夾扁咗嗰個法西斯，但係就冇辦法提供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反戰車炮爭200日 ，OK 啊，爭20日 ，OK。800日，戰車，我哋研發現代戰車，我起緊過時嘅反正。反正戰都係唔夠，我哋睇下嗰邊先，就哇得翻呢一忽啫，邊有啦？但係菲律賓半島嘅制空權冇，船就哇得翻兩隻船嘅陰公，航母同埋巡洋艦，其他嗰啲都冇。八八，爭7日啊！哇！意大利嗰啲戰力真係增減20，但我哋都仲有89。美國戰爭加30，世界做得52嘅，周年就會話講啊。
排第三嘅，有 5%。打伤亡，就是刮柴，大利，好，超过一半了已经，百几万，十万，250，好，呢度终于都可以转了。冇錯，法案等少少時間嘅，嗰啲人口先出到嚟嘅。教育喎，都唔錯喎。十咯，阿伯，这位。唔錯喎。七度，大家都冇乜嘢食咁。又冇力量，又冇組織，就30，兩個都30几%，補給狀態佢又唔夠，加油啊！夾佢啊！机会打7%得翻，好啊，变绿色啦，去 ，A 翻24%。一個 C 喺呢個位置，我就可以夾埋呢度。九個 C， 搞咗點？哇！開始狂撤退啊！佢又加工。橡膠都要啊！多啦啩，好得翻四隊啊，翻嘅 C 15%，我話五啊，1%。我加6%啦，已經差唔多啦，都好快就收佢檔。好99，good。
好，跟住呢度搞掂佢。好，你得翻兩個，啲組織砰砰聲咁跌，3% 3% 咁跌，差唔多十，搞掂，耶，夾咗佢啲絲啊，我哋睇翻呢一邊如何？到呢邊可以開波推，都有 bonus， 綠色啊，幾好。我哋有百十幾萬人啦，百幾期。哦，呢度俾人夾，然後邊啊 ？Italy。Touch， 翻个胡须仔佢，个好，好，跟住个变。得啊，嗰個係美國嘅中線，三、四、六、有冇資源？係。又減翻八個 ，what shit， 翻廢八個唔係減到零，六，北歐又關你事啊？仲係超過一半啊！都夠唔夠補給？夠補給嘅綠色。30%，呢度有 percent， 減啊！我要咁樣嘅。推，但系你嘅诗应该好好推啊，佢都冇咩嘅，冇战力嘅，三成咁上下战力，威尼斯。
用。個威尼斯佢又跌啦，啊，47%，爭27%。哦，呢度快啲上嚟。好咧。向前推得唔得？德國嗰啲都冇乜補給咁樣，好似都唔多架補給。我哋有20,000人，有石油啦。落埋啊！歐聯油廠，我哋要繼續。Watch， 阿里加讀心國，麻煩啲喎，八個C。大夫嗰啲幫下手，哦，印度投降。飛碟嗰啲好似喐緊過去，南斯拉夫同希臘幫手打後喎，嗰啲動態都唔知道，過河嚼嘅啦，冇。都靈喺呢度喎，上啊上啊，打幾%？哇！呢度打乜嘢？低戰鬥力大型船，嗰邊啦，啲海軍俾人炸。都靈呢度有機會啊！都投降啊！39%，都零有几多 victory point？ 5点，好。
幫瑞士光復緊。係。2%。哦，唔錯。拆啦，整拆啦。有冇咩大城市啊？大城市過啦。要換匈牙利。哦。到呢度開始打啦。哇，好多德國嗰啲詩喺嗰邊。頂。希臘嗰邊頂唔住喎。哇靠。維也納啊。靠你先。哦，呢個，嘿，加隆炮，升反人員能力，加隆炮，炮係野戰炮，就最盡佢先，呢個推。低意大利先，哇！都靈呢度仲未打得完，幾個又未打得完，搞掂啦啩 ？OK， 投降啊！意大利 16%。邊有咁多 victory point 啊，大佬？落佔咗啦！乜就係爭你一格？三點啫喎！國有喎！哇，好危嘅喎！如果嗰度推輸嘅話，成個荷蘭同埋走翻金寶都德國噶啦，過河比較難推。
呢度又俾人接翻。哇！貝爾格萊登嗰度奶燒啊！哇！俾人打翻轉頭。英國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，都不知道他，他在波蘭那裡登陸，但是在這裡丹麥，丹麥這裡已經推進過，丹麥已經恢復回國，冰島獨立了。大理呢一邊，有補給嗰個，哇！呢度又俾佢攞翻啲。啊！呢度騎虎難下喎，唔推又唔係，幫下邊又唔係，幫下邊又俾上邊屈嘅。唯有向呢邊衝嘅啫喎。喂，呢度係咩嚟嘅喎？喂，呢度已經俾美國攞咗嘅。打都攞埋。有機會喎，冷靜啲。意大利三，Go! 其他向上推住，呢边只有瓜意大利。喂，呢度生个人出嚟，到呢一只
特斯。六隔去六大海拳冇仔哇！哇！加油！難 ，OK， 入翻過去啦，大利，三，八組啊，快推唔喐。10%，OK。行緊行完就，佢又攞翻個成。15%，哇！佢嗰啲全間，翻佢又攞翻曬，加油啊！消滅
鬥喎、啊、佢。攻。都頂得住喎、啊。係。好咧，又打緊乜？打緊乜？人就懟落去咁滯。行過去。成個瑞士又出翻嚟。啊！咁、嗯，哇！嗰度俾佢推翻轉頭，冚翻，哇！超，哎，呢度俾人夾死，但系我呢度推緊落去。德國都被人狂推了，哇！德國都快來投降了，是這樣的話呢，在這裡，哦，It OK，白線去爆它。呢度紅白做啦，大概咁上下啦，就又唔係佢要哦，畫先。好上下啦，又進攻線拉過去 go， 一舉懟爆佢啦，哇幾綠啊，砰砰聲咁去啊呢度，哇！呢度好似冇曬佢啲軍隊咯，已經哇，超勁，好嘅，非常之好。啊，中型戰車，前日，誒繼續俾你啦。哇，咁多啊，一二三四。啊！砰砰聲推啊！但系你嗰邊有翻都冇用啊！德國都就嚟死啊！呢邊兩邊夾埋佢啊！上邊又夾緊落嚟。柏林的陷落啦！哇！布拉格，黑到咁大嚿嘅捷克，斯洛伐克投降了，打到斯洛伐克投降。哦，我喺呢度推，哦，咁樣推爆咗斯洛伐克，咁搞笑。俄羅馬尼亞就嚟出翻嚟，快啲打爆德國了！哇，呢度砰砰聲咁打，
風險排第三，得 18%， 不過頭先比頭先高咗。反擊嘅本錢，喺度喐，反戰車炮繼續升啦。百幾日，好啦。多了，我其實嚇肯定就係瓜柴嘅，但係你又復活翻，但係你有翻47%，但係德國嘅就嚟瓜啦，爭6%，攞埋慕尼克應該就搞掂，克應該30%，係咯，而家佢係最大城市就係慕尼克。兜圈啦、啊，去啦，去打噶啦，腳仔軟，喂，仲向上行做乜嘢？到佢。打佢啦，仲行上去，睇时间，得意之投降了，非常之好啊！哇，爽啊！哇，波兰接晒，哇，比利时、荷兰，我扫到嚟呢度唔错啊！好 ，Italy， 好。我晒啲线先，到，然之后拉直佢，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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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差唔收國家，好爭意大利少少啫，啊，我諗72個師乜都推得爆佢咯，哇！嗰邊咁廢嘅，哇！呢個砰砰聲去啦，砰砰聲，匈牙利帝國投降了。得佢打啦，打乜都好啦，打都冇鬼用。但系你投降就玩完噶啦，啊，砰砰声冲落去，主力战车都搞掂啦，主力战车都搞掂，咩远征军啊？唔使客氣啦，鳩巢，鳩巢研究乜？軍，耐啊，4%，差唔多啦，到呢度應該就搞掂，可以收檔。敵軍較弱啦，係咪啊？敵軍較弱80%，友方控制制空優勢10%，現在準備中二
你都搞掂啦。啊，安齐乜鬼？安齐奥打完应该都搞得掂。走啊！搞掂逐心国，我哋就可以搞日本啦。所以就差不多噶啦。有咩好反抗嘅呢度？快啲快啲！行啦、啊！上啦、啊，仲喺度兜圈。行前就啱噶啦，喺度兜圈，拿不勒斯，仲有啲啲，快啲啦！啊，落去，点啦？打埋拿不勒斯应该就投降噶啦，呢度二十点，乜都投降啦。好，準備簽和約。攞咗先。哇三，哦，我哋勝利啦。仲未投降？冇理由，勝利屬屬於我唔理。OK， 搞掂。好嘅。哇，睇我哋要攞乜先？哇！混亂到呢，哇，唔知攞乜好喎、啊，大佬，好似唔錯喎、啊，好啊，哇，我有千一點，多啲資源，呢度有啲資源，威尼斯，呢度又有啲資源，埋佢啦，歐洲，得冇乜嘢，都連埋。鋼鐵唔錯，但我好似好多鋼鐵。哦，哦，啊，啊，攞得太多。攞得二百，中，過嚟，都唔得，搞錯啊！走，我呢度，哇！呢度都唔得。跳過本啦，攞呢度，好 ，shit， 哦，哦，攞呢個，啊，跳過。
冇埋。西班牙攞攞，呢度仲有得攞系嘛？攞，诶，攬埋佢。意大利有个咁样圈，搞笑，好老实，攞埋佢咯。啦啩，呢个系咪可以攞？而家變咗飛地添，该分的地都分晒了，中国就全部租分，就完成了。睇先，我哋睇一睇。我哋法国就攞咗加泰隆尼亚。又喺意大利呢度伸咗一圈入嚟，呢一仲系意大利嘅。跟住我哋喺呢度德国，咁样伸咗过嚟。波兰都仲系咁可怜嘅，佢嘅东边都仲系俾苏联接咗，布鲁士都俾我攞埋。德国。就我哋攞咗呢度，大贝斯、匈牙利嗰度嚟，啊，奥地利都仲系喺国嗰度，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只系同日本打，到头咗壳，国都得两个 C 咁就够啦。可能佢嗰個放俾人搶咗，所以驅逐狀態。驅逐狀態。好，咁我哋暂时嚟到呢度，我哋终于都倒低咗轴心国啦，德国同意大利都投降咗啦，咁样苏联似乎冇向希腊搞呢个宣，佢而家剩低日本。唯一的目标就是日本了，现在哇三男队罗旺斯
第二艦隊，南中國海。OK， 我哋仲喺度，有五隻船，三隻潛艇，巡洋艦、航空母艦。咁就好，我哋之後再同日本決一死戰啦。有215個 C， 60隻船，好，有近 5% 嘅航空征兵法案。我哋睇下從菲律賓呢度跳上嚟台灣沖繩，直跳日本啦，定係啊要先喺呢一邊搞下士軍先。我覺得可以直接去到度玩都得嘅。好，咁樣今集就嚟到呢度啊！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